起床啦！三郎，起床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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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晨曦晚了睡一回冷觉，今天没有早操。哎呀，我滚啊！可是今天放榜吗？殿下，嘉义伯今天可真神勇，这得有50分了吧？一次不是，不吃吗？昨夜没睡好啊？殿下昨晚秉烛习射呢，快到清明了。王后，又要到射柳宴了。去年射柳，赢的就是齐王吗？这还有，现在才想起来抱佛脚，这实在是太……老乱丢什么？这么早过来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妈，看榜去啊！你买提名录啊！臣等不及啊！那等不及，让内臣去替你看，你拿走。臣要自己去。那你去啊！臣不敢自己去呀、万一落了呢？身边连个安慰的人都没有。嘉义伯，本科主考换成何道然了吧？我不去。殿下当真不去？不去。那臣就只好找陆文捧一道去了。真可惜呀、这京中的女眷都会去看榜，家眷就更会去了吧？这么热闹的事情，等等。你不说陆文捧稳重吗？我是怕你万一落了。你想不开，就看榜去喽！这三郎，怎么样？三年以后，三年以后一定会中的，啊！我就从翰林院毕业了，来，好好看看。第二列第九个顾逢恩，那三个流光溢彩的大字，眼花了才会冒金光呢，还流光溢彩。哎，三郎，等以后我入了仕，一定会好好辅佐你的。嗯，好好。少兄过誉，到时候你要有什么过失的话，别怪我不念今日的情分，我会像古往今来的名臣一样差旨面赐的。不要顾念，面子就好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来来来，快快快，过来，过来。哎，还有啊，到时候你一定得把我名字给改了。改名？那不行，那得舅舅同意。纨绔不饿死，如冠多务身啊！冯恩，冯恩，怎么听怎么像白吃国家饭的愚臣。我不管，我就要改成成儒。离我远点儿。你这进士有加级记录啊，那么多人中的，哪有像你这副样子的？快！我中的就是跟他们不一样，我中的就是比他们都值钱。白吃我萧家饭，就真的那么丢脸？不过话说在前头啊，
将来你要是让我下不来台，我一定旧事重提。他呢？他脚趾头哪笔都能中，谁管他呀？不是，我说的是他的那个。他妹妹啊，没来啊？那你大早上让我过来干嘛？我打听了，他说他妹妹今天有别的事情。你来看我上榜吗？顾逢恩，我不是你看我上榜不行吗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抽死你？我站住！天不。大郎，我要见我爹。我东西都收拾好了，你要不要回去看一下？还要带什么东西啊？我要见我娘。我们一起走。嫁你的时候，我就想好了，不论你在哪儿，我都跟你在一起，我们一生一世都不分开。开门吧。开门？小人奉令旨送郡王侧妃进府。哪儿来的侧妃？大郎，那是谁啊？大郎，你跟我说没关系，不要紧的。什么人？不就是姐姐不肯烧掉的那个人吗？没烧掉好啊，这不送来了吗？这一次你烧不烧？郡王，郡王侧妃今晚让他回家吧。没有家了，已经抄了。那就让他在外面吧。天快黑了，外面太凉。那就让他冻死。让他进来吧。郡王侧妃请。郡王擅自出府，按坑止论。对，是，撤，策马，进来吧，外头冷。